各位乡亲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KIN 阿金啊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介绍一个都市传说。听说在这个村庄里面出现了一间鬼屋，像就在我这附近啊。我等一下去看看到底是哪一栋鬼屋啊。那既然要敞看这个鬼屋的话，我们天色当然是要把它调到晚上去啊。哎呦，这个晚上是不是看起来比较有 feel 的啊，对不对？哇，这个月光把我身上照蓝蓝的，非常的有气氛。那么在影片开始之前呢，请先帮我按下喜欢，喜欢就帮我按到4444，然后后面，哎呦，后面总会有一台那个滑翔机。那么还没订阅我的观众朋友，也可以按下订阅按钮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你就可以收到最新的通知。觉得阿金不错的人哦，想要赞助他一下的，也可以按下加入的按钮，那我就会把你的名字秀在影片的最后面。那我们正片开始。你看后面有一只牛，嗨，这牛可不可以骑啊？ HelloHello， 不要不理我啊！这么晚，我们是不是要带一支手电筒之类的哈？我手电筒不见了，那我就用枪的手电筒来代替好了。走了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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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等一下啊，为什么会有人拿了一支斧头？等，哦呦！哎，不是啊，这不是索尔的吗？哎。有人最好是中那么多枪不会死啊，死了吧？哇嘞，哇嘞，他是人类吗？已经打完一个弹夹还没死，太扯啦！你够了，好，应该死了，走，哇嘞，不是啊，我是要去敞看鬼屋，哎呀，前面那一栋房子怎么快快的？看一下。那是什么东西？看一下。那是什么东西？怎么会有一个人卡在那下面？还是那是幽灵？我听到里面有人在讲话。我嘞，怎么火烧人啊？不是，等等，走开！哇塞！怎么每个人都有雷神索尔的斧头？哇，他应该被烧死了吧？这一只血比较少，火焰人都出现了是怎样？然后重点是为什么这一栋房子一直在冒烟？我过去看一下，入口应该是在这边吧？啊，这边怎么一个红红的？那边这个也是幽灵，是不是？好，直接进去了。好了，我进来这个门了。但是怎么门关起来了？我现在是出不去，是不是？不是吧？我嘞！这间房子有闹鬼啊！这里面烧的是什么东西啊？等一下，这烧的东西是脚掌然后还有一个不知道什么的娃娃。我们走。里面应该没什么危险吧？会有这个啦。还有一只老鼠，我对这老鼠比较有兴趣啊。往这边走，好像有个女的在哭，是不是？在这边，这边。等一下，这边不会太暗哦。我现在是要去楼下还是去楼上？这个看起来也是鬼魂的样子啊。哎呦，这鬼魂是射了死的
到底是谁在哭啊？不要再给我假鬼假怪的。我怎么有点小迷路？怎么去二楼啊？我记得这个地方不是有二楼吗？是这边吗？看一下，一个房间好像没什么问题。去别的地方看。我找到楼梯了，楼梯在这边。我先一楼先看一看。一楼好像没什么，感觉二楼人很多的样子哦，那声音都从上面下来的、啊。那一定要里面这么暗吗？都不开灯啊！我的又是一个鬼魂，是不是？这鬼魂射不到啊！鬼魂射不到就算了，他还把里面房子都封起来。往这边走，这边没有路啊，这边也太暗了吧！等等，这是他自己打开来的吗？哎呦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他看这个东西是不是在动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哎，这门自己在动呢？这什么啊？哇嘞！这是怪物吧？这什么啊？我还不射爆他！吼吼吼！他直接烧起来了啦！欸，这是什么啊？这是什么怪物的产的卵？是不是活的哎、欸？换一间，换一间。我这里面那一只是怎样？我就射爆你！又是一个雷神索尔的斧头，你想干嘛？你还想干嘛？还想要吓人是不是？直接送你吃一颗飞弹啊！呼呼！再来啊！哎，等等等，这床上怎么有个女的？好嘞，所以我刚才。错杀了一个生命是吗？等等，这楼梯口这一只也把它弄掉啊！鬼魂嘛！哇，等一下，整间烧起来啦！哎，这火是不会灭的，是不是？把它轰掉，轰掉！我直接冲出去了，火海！这边有个，你都把它轰轰掉、啊，这感觉什么鬼魂的都是骗人的啊！把它轰轰掉就好啦，对不对？就只有这个烟很奇怪，所以鬼屋里面根本就没有女鬼嘛，传说是骗人的、啊。你看我就是来打破流言的、啊。好了，走了，哇，那是什么东西？等一下。有一个东西很快很快的，哇塞！怎么有一颗女鬼的头啊？快逃啊！那什么东西啊？不要跟着我！我赶快走，我赶快走！他有跟上来，呜呜呼！他超快的，有一个女鬼头一直跟着我，哇塞！哇嘞！我赶快上，赶快上！会死，会死，会死！哎呦！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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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了！我勒个，他速度这么快，我怎么闪啊？赶快冲去马路上找一台车子啊！
没想到都市传说是真的。哇塞，冲啊，全速前进，你还敢过来，我就不信我射不到你。人类人类，快路上了，路人救我。哇嘞，走开走开，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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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了完了，我大半夜的，我在这边跟他厮杀，快逃啊！我的无有，他好像是一个头，然后下面有个肠子，是不是？有一个胃跟食道的样子。躲下水道比较安全。就是不敢过来，哎，你还敢过来？火箭炮，然后火箭炮。你还敢过来啊？哦，前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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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吧！我嘞，我嘞，我把自己炸死啊 ！SCP-73 的晚上，哎、欸，他比较像鬼、欸，哎，对不对？好嘞，然后该死掉，重新出生在这个夜晚的医院，乡村的医院，哎、欸，但看起来是怪恐怖的哦。那个女鬼应该没有跟过来哈、哦，所以做人不要铁齿啊。我刚才想说都市传说的女鬼是假的，没想到是竟然是真的。好了，玩起来有点毛毛的，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再见。拜拜。最后呢，我要感谢这些加入 YouTube 会员的人，因为有你们让阿金变得更好，感谢你们，就这样。